我怎样把业报身呢转变成愿力身？这个问得好啊！我们是应当要这样做法。我们的愿力超过我们的业力，就转过来了。具体转变的方法，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讲。业力身的根本就是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有我，一切都为我，这是业力。从什么地方转呢？就从这里转。从今之后，起心动念呢，再不想我了，一切呢都想众生，为社会为众生。决定不为自己，就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了，没有自己了。这个身体如果还留在世间呢，是为别人服务的，为佛教服务的，为众生服务的，绝对不是自己的。这个就是这个愿力超过了业力，所以他现在这个身，如果说一个佛门里面的话呢，尘缘再来生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那这个业力转不过来，决定没有自己，舍己为人，为佛法为众生，这转过来了。